人性，秒秒是关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印小薇，欢迎您收看关键时刻。一家以报道真相，同时呢以除恶揭弊知名的杂志社，却遭受到一连串的恐怖威胁。而在杂志社工作的知名女记者，同时也被歹徒锁定，让她原本平静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恐慌之中。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关键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。哎，小刘，这社区最近抓到一个连续强暴犯，叫王世鹏，伊就住伫遮。你给翕一挂相片，咱回去做一个连续强暴犯的专题报道。好。哎，阿姨你好，我是《DN》杂志社记者。哦，你好。请问你敢知影，这附近最近出现一个连续强暴犯？我知啊，你礼拜才抓到尔嘞。后来我才知影，伊阁是住伫我厝边哦。即摆若烧起，也要恐怖死哦！我即摆阁伫惊，你知无？你是伊的厝边哦？嘿啊！阿姨，我感觉会当请问你一件代志，你敢知影伊是啥物款的人？啊，伊平常时吼有做啥物活动？那伊哦，看起来怪怪啦。啊，不过咱若甲伊问哦，伊阁无爱应，嘛无爱插咱的。但是我知影伊哦，暗时拢会去公园仔遐啦。啊，无你就去公园仔遐问人看卖啊。阿姨，多谢你呢。哎，别啦，别。小刘，你搁给翕一张相片，等下吼，咱去那边公园搁看卖啊。好。闹无啊！振奋，是啥物人遐尼无细腻，差一点仔把我牵着。总编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无你现场，你唔知影迄当时有偌危险呢，嘛唔知是啥物人要陷害我。我若是搁倒退两步，即马可能倒咧病院。弟哦，你最近是毋是搁得罪啥物人啊？我看你去文主公遐烧香拜拜，遐文主公哦，保庇你平安啊。干嘛呢？我今年刚还太岁。哎，总编，你莫笑我，我看哦，你嘛爱较细腻的，你的玩笑人比我搁较济。哪呢啊？你着放心啊，我大个月拢有关系哦，主持人机关，好心好报呀。哎，明仔你来啊，奶奶，我给你介绍，怎么样？这位哦，就是爱目镜杂志社高薪挖角的连马叔啦。民生学长，啊，你哪一家？你两个有熟识哦？不是啦，总编，我甲振奋哦，以前都是同一个学校，也是同一个社团。是啊，以前学长哦，离学校的摄影社是做厉害的门呢。振奋，你也是甲以前同款，真爱食泡面哦。泡面少，够好食，而且我做工课又遐尼无闲，当然。吃这上省时间啊！不是我爱讲你，你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家己爱好好保养你家己。像泡面这种物件，伊也无啥物营养啊。啊，你看你做工课做啊这么无闲，你哦爱加食一寡较有营养的物件，知无？学长，你也是和以前同款，遐尼十点呢。学长在讲，啊，你有在听无？有在听，有在听，有在听。哎，对了，明仔，还需要手提一包是啥物物件？
哦，这是老家的警卫提给我的，这包你的。奇怪，那吴姐姐呢？在几啊？啊，左边等姐。头早迄件代志，我就感觉足奇怪，今嘛，佫想到吴姐姐人的包裹。这里的口。票票期待吴静跟关系。啊！炸振飞啦，你做一天要啥啦？地址炸弹的声音。啊！地址炸弹。学长啊，你卡死你的呢！别惊啦。振芬啊，那不是什么定时炸弹，那是一个闹钟。啊，闹钟？是什么人这么无聊啦？哎，这也着讲，一定咱查实说哦，唔知哦报倒一条新闻，去得罪哦唔知什么人，人哦超过创治咱的啦。真正是派你当搞笑啦。什么啊？你挂什么？你之前在对迄个连续强暴犯的新闻，是啊。震惊社会的连续强暴案有了最新的进展，被检察官起诉求刑的嫌犯王世鹏，今天早上被法官以罪证不足当庭的释放。侦办此案的检察官表示，将会对被释放的嫌犯再提起上诉。伊哪有可能去放出来？法官是安怎判的？学长，伊车哦，头前边仔停就好啊。哦。今日杂志社发一件代志哦，我是感觉怪怪。啊，你一人住，啊特别注意安全，知无？学长，我毋是头一天出社会，而且哦，我做记者遐尼久。什么奇怪的代志嘛，拢拄过。我唔是以前哦，迄个好骗、搁单纯的李振芬，你放心啦。你在我的心目中哦，永远拢是迄个挂一个高高的目镜、好骗、搁古锥的小学妹。哎，你莫遐尼无聊好不好？对啦，阮家吼就伫头前啦，我家己行入去就好啊。啊，你真正无需要我送你。我若是予你这个大色狼给我送吼，安尼唔才叫危险。好啦，你嘛较早回去休困嘞，明仔载还阁上班嘞。嗯，那安尼你嘛较早休困。嗯。
什么人啊？来啊，来啊！学长，啊，那是你。你看你，连这么重要的资料都留在我的车顶，我看你明仔日要哪采访？哎，学长，拍死啦，害你加走一撮。不要紧啦，那来，我先来走啊。学长，你慢行。今早休困了。嗯。想条狗也要弄我，振奋啊！你看哦，这几张相片，看有办法做什么专题报道？哎，请问你是？振奋，是我啦。啊，总编，啊你哪穿到安尼啦？我知影，你是咧躲债，阿无就是咧躲情妇。你卖了我袂讲，我跟你讲啦，昨暗时哦，咱公司的念名书小李哦，出去外伫大院啊，而且我都要开车来上班哦，个人超过伊哦，要弄我。我想哦，这最近哦，甲咱杂志社发生一挂奇奇怪怪的事，有牵连哦。总编，听你安尼讲。真正有人要对咱杂志社不利的。之前哦，我搁想讲些代志哦，无要无紧，也毋过即摆煞愈来愈严重呢。我发觉哦，这代志哦，无咱想的遮尔单纯哦。总编，那安尼，咱以后上班是毋是拢爱像像你安尼啊？你嘛较正经诶，飞弟哦，即摆做啥物代志哦，家己拉较细腻啊，知无？知啦。振奋啊，你想看卖啊？咱杂志社最近是毋是写啥物报道？迄的是中人啊！哎，你嘛真好笑诶！咱杂志社一日到暗拢的是着人，这有啥物意义啊？我咧想，是毋是甲你最近调查迄个连续强暴案件收音器的麻烦？学长。自从我做记者开始，我就对家己讲，要尽心尽力保护妇女的权利。所以，我对强暴犯的新闻会特别认真去调查，目的就是要将歹人绳之于法。假使若是因为咱甲歹人报复，那安尼以后有啥物人敢我报新闻呢？我看哦，你想伤济啦。啊，对啦，明生啊。因为小刘大姨哦，今日开始哦，你暂时先甲振奋去工作啦，吼。哎，学长，基本价变吼，阁是一张啊。振奋，这间安养院是有啥物无共款啊？这个安养院的负责人哦，真热心公益。最近咧办活动，针对亲贫的老人，无收任何的费用。我拍算哦，就这件好人好事的代志报道出来。振奋，你敢唔知影，即卖消费者爱看的是三星色新闻，啊，你报道这個，敢有人要买？我看哦，不如去聊天哦，女明星的绯闻哦，较实在。哎，你管遐尼济要创啥？要写啥物新闻是我的自由。是不是要你杂志刊登出来，还是总编的代志？你翕你的就是啊啦。是，我翕就是啊。
身份，你有要紧无？无啦，我头一点啊戆。哎，来啊，坐坐。振芬啊，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你为了吼报道这新闻安尼无眠无日，搁常常咧食泡面，莫怪吼你的身体会歹去。我看为今仔开始，你爱加食一寡迄有营养的物件，安尼身体唔知会较好，知无？我知啦，多谢你。喂。什么？杂志社出代志？你怎回来啊？总编，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嘛不知道。我你来当初啊，门都已经拍开啊，内底已经乱糟糟啊。啊，对了，你看，搁一大堆啊，要给你的传真啊。振芬，你这个臭查某，敢有得到我的心吗？我知影你一直想要去用上好的滋味，你放心。你就是我后一个要上报的对象。这拢是同一个人传回来，受鬼分啊！我来报警。哎，唔免报警。振芬，你在讲啥？这是一条大新闻，我一定要抓到迄个恶极的人，该作为我的独家新闻。振芬，我看你这样子去，我也足欢喜。也不过，到时候才尼冒险。没啦，我啥物拢唔惊。振芬，你安尼想过多强啊？万一对方若是真正对你有任何企图，那是足危险的。我先报警。哎，学长，你遐尼无大件代志，你是要安怎跟我搭配采访？你讲我惊代志？既然做记者，都唔惊代志，唔管有偌危险，倒位有新闻，都要为倒位去。啊，青菜你啦！
小姐，请问你有看到迄个人是做啥物款？伊面哦戴头套，我看袂清楚呢。那安尼，伊差不多偌高？体格安怎？差不多160几公分，人瘦瘦啊。请问你是？我是李小姐的同事啦。啊，李小姐，我想这个强暴犯哦，已经针对你啊，真有可能会过来，所以这阵啊，你要对你身躯边的代志哦特别注意。那有感觉有啥物无啥对的，随报警，甲我通知。我知影。这个案件啊，我会详细调查，你放心啦。那安尼哦，得麻烦组长。我先来。顺便。是啦，学长，是我自责，我太过大意，太过倔强，才会害你受伤。你吼，是对你家己吼，太过有自信啦。我袂放心，所以坐过来顶头看卖。若无吼，我真正毋知影吼，今日变成安怎。学长，是你啦。我也无怪你啊，也毋过。你以后家己也较小心的，较注意的。嗯，我知影。想袂到昨暗迄个歹人，搁再去攻击你。怎么？你有去有惊到无？还穿几件阿甲，好好调养一下吧。唔免啦，总编，多谢你。明仔，多谢你呢。好佳哉，是你救正芬，若无咱杂志社哦，就要损失一个哦，这么优秀好记者。啊，对啦，我今日也无代志，有我载恁哦，做位去采访，安尼路嘛较安全。安尼嘛好嘞。我先伫遐。好。哎，总编。那个人规规矩矩在这车边啊，不知是创啥。哎，走了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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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慢走。在你啊，你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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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代志无？靠我，叫走。哎，人叫走伊就走伊啦，家己又无代志较重要啦。啊，完了吧？无啦。看看内底有啥物物件，这拢是餐厅的公道单啊！我刚看迄个人的面哦，伊的面有烧烫伤的痕迹呢。哎，这面顶哦有餐厅的足迹，阿伯，咱来去问看卖啊。请问一下，这张宣传单是不是您餐厅的？你是韩国叫的？啊，不是啦，头家，我想要借问，你这个餐厅敢有一个颜面烫伤的员工？颜面烫伤？哦，你是讲阿虎哦？阿虎？是啦，伊的名叫做周俊富。我本来是看伊哦，颜面去用烫伤，真可怜。所以特别过来分这宣传单啦，啊，想袂到伊才做几工尔就过来上班啦。那呢，请问姐，你敢有伊的地址还是电话？歹势啦，伊是来做临时工的，所以我无伊的资料。哇，那呢，交流啊，多谢吼。没啦，多谢。哎，正芬，咱今摆已经有嫌疑犯的名，紧去联络迄郭警官，调查这叫做。周俊富的人，好吧。
请坐，请坐。李小姐，我拄则有得到两个消息，一个是好消息，一个是歹消息。好消息就是进前啊，因为证据无够，扣释放强暴犯王世鹏，检方即马抗告成功，所以已经将伊再度收押。啊，毋过我去问过伊啦，伊讲伊并无传真到你十字社，所以我想恐吓你的人应该是有其他的人。哪里派消息嘞？阮调查过周俊富的案底，确定哦，伊并无任何前科。那呢，你有找到伊的人无？我有查到伊住的所在啦，嘛有派人去找伊，啊，不过伊已经搬厝啊，所以目前找无伊的人。那呢，连伟爷算数拢登去啊？无食面，你还戆钱戆钱在创啥？啊，无啦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再讲出来啊？我另外来斗相共。我咧想讲哦，害你的手受伤，啊，佮有天珠佮甲你上歹去，想要买一个新的陪你啦。免啦。啥物免？咱即马哦，就来去买。去买。我未食饱呢。免食啦，行啦，立即啦。哎呦，紧来啦！哎呦，小三姨，我真要等你啊！拄只海几个哦，路一定足好啊，来个紧啊啦。搁看一个啦，无一定哦，会选到较适合你的。哎呦，咱拢已经看几点钟啊，卖浪费时间啊啦！帅哥，你的女朋友啊是真用心在替你选呢。我不是我女朋友。哎，头家娘，我计生有伫啥物所在见过你，你做面熟的呢？敢有？啊，可能是我大众脸啦，常常有人讲吼，我看起来真面熟。芬芬，你是不是认唔着人啊？可能是啦，歹势，不要紧啦。哎，这条啦，这条有水无？水水水，落这条，好给你哦，包起来。哼，我知影，你真不耐烦啊啦。好给你哦，把这条包起来。这条哦，哇，你的眼光足好个呢。贾天珠啊，是我店内面卖甲上好诶。啊，不过这是上尾一条啊，啊已经有人订。不要紧啦，过两天吼，我会搁再进货。麻烦你到时再搁来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无问题。好啦，那安尼吼，我先写一个订单互你，好。嗯，多谢你。你看，水不？水水，你先走啊。振芬啊，我咧想，迄条天珠伤贵啊啦，我也是家己买好啊，免你送。我讲好哦，要买一条陪你，你莫遐啰嗦好无？我是一个当当的男子汉呢，收查某囡仔礼物，我会歹势啦。哦，足无聊的呢，你啊。
这是背包，振奋，哪有人会寄这给你？这女人，你看我较细一点啊，阿婆，我会去恁家好好拜访你。可是那个强暴犯。这相片啊，刚刚你去过阮家，陪我睏的时阵，甲我偷翕，有这个可能哦？那安尼，伊一定是监视我足久的啊！我是要安怎啦？振奋，我看哦，最近这连续恐吓案件，拢是针对你来。伊最近哦，袂使单独一个人，那么就危险的。无安尼，你暂时哦来我遐住，安尼比较安全，我嘛较放心。搁咧想相片的代志哦。嗯，做记者遐尼侪年啊，从来都毋捌拄过这种代志。你莫搁想遐尼侪啊啦，咱阮毕业到即马已经足久吼，无好法饮酒啊。咱今日吼来甲所有无快乐的代志，拢来放互袂记，饮一下爽快。大学到即马，嘛已经认识差不多十多年啊。人讲饮酒吼，会想起以前的代志。安怎？你是想起啥物？我是在想，咱已经认识这么久，我竟然有机会会使跟你做同事。你想要做我的同事，想多久啊？当然哦，想足久的。那呢，应该恭喜你，愿望达成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咱也是会使像即摆吼，每工做伙饮酒，毋知有偌好咧。我真袂爱饮酒咧，你敢知影？三年前，我为了找一条独家新闻，饮足侪酒的，差一点仔。连性命拢无啊！你是找什么新闻？为什么连性命拢无？迄当阵，我为着采访一个援交的独家新闻，所以假扮成援交妹陪人去饮酒。结果，人去甲我灌酒醉，差一点啊，就去用枪爆。后来，迄个人去。知影我是食的援交妹，伊就用手干那甲我牵。你看，迄当阵的伤痕还搁伫个。是真个啊假？你做援交妹，敢有成？哎，你莫看我安尼哦，我整起来哦也是很辣的呢。对啦，啊你嘞？你敢有找过啥物危险的新闻？有哦，我来讲，有一遍哦，我甲警察哦去攻坚迄款掠迄枪击要犯，结果哦，迄歹人哦顽强抵抗，我无穿迄防弹背心啊，结果就迄榴弹啪着，好佳哉，皮肉伤尔，那无吼林学长今晚掰卡。哎，对，你要看伤口无？我会使用裤脱起来给你看。哎，学长，唔免啦。你阿妹。学长，你坐啊。哎，
记者的工作哦，真正不是人在做的。真正不是人在做的啦。有天我咧想哦，我为什么安尼拼死拼命，归去哦，辞职哦，等于进厂啊。其实，你莫看我外表，遐尼坚强，遐尼独立。我嘛和其他的查甫人同款，嘛需要一个查甫人会当依靠，会当给我照顾，保护我。想袂到吼，你嘛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啦，组长，多谢你。好佳哉，我听你的建议，予你埋伏伫个遮，才会顺利抓到这个啦。多谢你哦。你讲，进前是毋是你替我设计，开车弄黄先生？想要对黄先生的车动脚手的人，也是你咯？无唔对，我承认是我做的。连杂志社收到神秘包裹迄件代志，嘛是我做的。安尼敢会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针对阮杂志社？阮甲你也无冤无仇啊！你确定，真正甲我拢无冤无仇？你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您真正不知道我是谁？哪里你是谁？你既然这么想要知影，我就讲给你听。我真正的名叫做周国强。是。你是周国强？哪呢？你就是十多年前犯着绑架撕票案的主嫌，周连发后生。我就相信你一定会记得我。无人袂记你，因阿爸所犯的罪行。是啊，这拢要感谢恁十四个大力报道。当初阮阿爸去用抓的时阵，就是恁十四不断的宣传。而且一点仔都无保留，把我甲阮阿母的新闻拢报出来，害我到即马一直拢找无头路。你找无头路，这种代志你嘛牵拖来阮身躯顶哦。唔爱牵拖对恁的身躯顶，这件代志了，大家拢知影我的身份是一个杀人犯的后生，根本就无人愿意给我头路。看到我就闪甲远，无人敢甲我讲话。我只好改名，啊！不过改名有啥物路用？因为恁十七，把我相片拢看看出来，大家拢会认得我这个面啦。我改啥物名拢无效，最后我无法度，
我只好把家己毁容。干若安尼，我只好都继续在这个现实的社会生存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阮报道这个新闻，煞害着你？我唔对，那篇报道就是你写，所以我想尽办法想要保护你，想要让你得到教示。只好都消我心肝内的怨恨。算我安尼去红关，我嘛无要紧啊。周先生，我真正不知影你拄到这种代志。你当然嘛不知影。对恁来讲，无价值的新闻，恁根本就无兴趣知影。周俊负责的，那你嘛已经知影吼，代志的真相啊。嗯，哎，咱若总编一个人在遐做笔录，应该无问题啊吼。哎呦，伊是总编呢，一番小块代志对伊来讲，无问题啦。而且讲杂志社吼，都需要咱两个去找新闻啊。哎，即马总算哦，会当轻松来做新闻啊。哎，有啦。我阁有资料放喺警察局内底，你来等我，莫乌白走哦。喂，你好，我就是，好，我马上来哈。你是不是事先跟踪黄先生，想要知影伊的行踪？无唔对，我已经跟踪伊两礼拜。组长，是的啦，有一寡代志哦，我无遐清楚。正芬，甲你无冤无仇，你为虾米要传真、写批，搁寄相片恐吓伊？你甚至提刀啊，要见到太医。正芬，什么正芬啊？你咧讲啥？我哪拢听无。我的目标干哪一个？就是黄世。你是讲你无传真到十字社，嘛无去李正芬因家太医？当然嘛无。不是你，还是谁？怪，人是走去叨位？您拨的号码无回应，转接语音信箱。奇怪，手机怎会未通？啊，嗨呀！什么啊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哥们，哥们，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又不来了？你们又不来了？啊！是你？哪是你？郑小姐，
你为什么要抬李正芬？因为我恨，是伊夺走我一切。哇，郑小姐，你是不是认对人啊？就是你，你可能袂记，三年前你报到过一个情报案，我就是那个受害者。你就是三年前去让别人车底一天一暝那个受害者。我本来想讲，我无要予任何人会知影，我会不满一切来完成我的终身大事，继续过我的生活。想袂到你，李静芬，你为着你自己的遐道理，就把这件代志报道出来。郑小姐，我绝对不是为着阮查出的阅读率，我是为着要抓到凶手，才要将事实报道出来。谁知你要安怎讲？就是因为你把这件代志报道出来，害我身边的人拢知影，我去予人强奸，因为安尼。我的男朋友无爱跟我结婚，因为伊讲，伊家的人会当接受我一个已经去予我糟蹋过的查某。你敢知影？我跟伊斗阵已经八年，拢是因为你。都是因为你，你把我一生的遗憾浪费掉。我会安尼做，是希望替你讨回公道，让歹人绳之于法。你莫甲我讲安尼好听，你只是为着你的工作，你根本就无想到我的立场。郑小姐。阮记者报道案件，是站在公平的立场，为着就是要社会大众知影事实的真相，较免让其他的女性去受到伤害。安尼，恁伫咧报道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恁耽误站在阮受害者的立场去想。你敢有想过，阮受害者根本就无想要让大家知影代志的真相。阮只是想要好好啊过日子就好。你敢有想过？敢，咱的点点，让歹人逍遥法外，这拢是恁家己的想法。你只是想要抓歹人。想要让恁的行为上头条，恁敢知影阮受害者心内底在惊啥物？恁不知，所以我才会假作是强暴犯，探亲来威胁恁，为何恁体会？阮受害者到底在惊啥物？我要让恁知影，予人剥夺隐私权了后。每天我在那家庭的生活是我女儿痛苦。真的，你别感慨了。
学长，过去我伫坚持要将真相报道出来，我安尼做，够唔对？振芬，你莫想自责，所有代志吼，无可能做着完满的，有人去得到你，有人去受着伤害。咱看代志吼，袂用同一个角度去看。你是一个记者，这笔啊，就是你伸张正义的工具。要无你千万爱记，伊嘛真有可能吼，是变成害人的工具。所以咱以后吼，对于案件的相关人吼，认定吼，爱调查较清楚较好。其实咱报道新闻，都是为着要伸张正义，也毋过。咱常常拢会无注意去伤害无辜的人。记者真正毋是普通人会当做的。振芬，咱袂用安尼就甲伊放弃，咱应该吼爱搁较拍拼去揭发吼事情的真相。那无以后社会大众伊哪有知的权利咧？嗯，你讲了对。啊，对啦，你哪会去拄到天珠店的头家娘？哇！就是为着这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安尼，我应该好好珍惜。这是你冒着性命危险哦，买给我的礼物。坦白讲，你送我这个礼物，是不是因为暗恋我？我，哎，学长，你们到底是想要帮助我？或是想要害我，这大概是许多新闻当事人从心中都想发出的疑问。在台湾，因为媒体越来越多，为了收视率，许多媒体都把许多的犯罪事件戏剧化，甚至耸动化。可是这样的报道方式不但失去它的公信力，同时也容易对于当事人和周边的人都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所以借由今天节目的播出，也要奉劝那些有报道大权的媒体人一定要戒慎恐惧，纷纷见人性，秒秒是关键。观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应小薇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夜晚，晚安。